早期电梯只是宫廷中一个时髦的升降器，如今优良电梯都着重搭乘者的舒适与安全性。针对此，台达特地研发了电梯专用驱动器32位元高速 MCU， 具有反应速度快、输出力矩大以及定位精准等特点，让停靠的电梯与楼面零误差的平行接轨，如此可以有效地掌控不同人数与重量时升降所需的力道控制，维持一贯的平顺度，更能在电梯关门后启动前精准地快速回应人员的载重，防止零速溜车的状态。除此以外，台达更进一步提供了节能的做法，利用 AFE2000 系列主动式电源回升单元，不仅改善用电品质，延长电梯的使用寿命与效益，更有别于传统的耗能刹车电阻将回升能量以热能方式消耗掉，而是将回升能量转换后重新回馈市电，确实达到节能、省钱又环保的目标。若电梯用同步永磁马达加 AFE2000， 节能效率可超过 60%。 有了节能省碳外，台达更针对不同的需求提出了最新的产品电梯一体化驱动器 IED 系列，将电梯的控制系统与电梯专用驱动器整合成一体，不仅简化采购与维护电梯系统的作业流程，也让您使用的更安心更放心。台达与您一起守护地球，创造美好生活。